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土大经科注》第159面，159面倒数第六行第四个小段。暗合道妙，巧如无声。我们看注解啊。夫无念与无声，原非凡夫之所能。原教八地菩萨立一切心意识分别，实名真得无生法忍。无念、无生这个现象，实际上呢就在眼前，可是凡夫粗心大意也，见不到啊！我们把无念认为是有念，我们起心动念；无生呢，认为是有生有灭。生灭就是生死，就是轮回啊。其实这些都是假象、幻象，都不是真的。但是不是凡夫所能够明了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深太深了。佛家讲密，这个密不是秘密，佛法里头绝对没有秘密。这个密是深密，所以大乘经里头有一部叫解深密经，真的是深密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。可是近代的量子学家他们发现这个深密被他们揭露了，很难得真不容易宇宙之间的秘密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大乘经上说到了到底什么事情呢？无念无生，这我们一般人听不懂跟我们的常识恰恰相反。我们看到有念，我们看到有生有灭。科学家怎么看到的？这些人一生专研究一样东西。德国的普朗克博士，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从原子到粒子、夸克，最后到量子，真的被他发现了。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老天不负苦心人苦心一辈子搞这桩事情，终于搞清楚了那么他的论文里面告诉我们，根据他的研究所得的结论，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
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不就是此地讲的无念与无生吗？啊，佛所说的被他发现了。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念头变现的。啊，这他研究出来的。那念头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这个现象他看见了，念头好像是没有原因，无缘无故，突然从这个虚空当中蹦出来的，但是一出来之后马上就消失了，就消失掉了。啊，是这么一段事情。这个事情他的报告的时候我们能听得懂。我说佛在经上讲过。啊，念头从哪来？念头从一念不觉。一念不觉没有原因。啊，一念不觉呢，自性里头就变出一个阿赖耶。阿赖耶是个妄心，确实就像他所说的，哎，突然蹦出来，马上就消失。啊，阿赖耶存在的这个时间，啊，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所说的，是1600兆分之1秒，就是一秒钟，它蹦出来又消失了，蹦出来消失了多少次呢？1600兆次，一秒钟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叫念识。极微细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掌握住，叫无法支持。啊，你想执着它，你想把它抓住，抓不到，它太快了，比闪电还快。闪电的速度跟它比那慢多了。啊，无法支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无念跟无生呐、啊。所以此地讲圆教八地菩萨，他才见到。八地菩萨是真的，现在的科学家他没有真的，他是根据数学推演。掌握到理论，然后再用科技的仪器去观察，发现了。啊，所以科学家了解跟我们现在差不多，解悟不是证悟。八地菩萨他是证悟。啊，八地你就晓得那个定功多深呐、啊，从初性位就得定。啊，他88品见惑断了，他就得定。啊，定中有两种，自性本能出现了。啊，一个是天眼，一个是天耳。天眼，我们肉眼看不到东西，他能看见。啊，我们听不到的这个音声他能听见，实际上用科学来解释，啊，我们的肉眼能见度是很有限的，啊，我们靠着光，光要么有了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啊，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光波是有限的，比这个光波长的我们见不到，比这个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，啊，我们只能见到无量无限的这个波度啊，我们只能看见这一小段，那有定功的人呢，他能把空这个时空维次突破，
他看的就比我们多。啊，比如说 X 光我们见不到，紫外线我们见不到，但是我们用科学仪器来探测，知道真有这个东西存在。啊，如果我们肉眼能够见到紫外线，见到 X 光，这个世界马上就变样子了。那为什么人是透明的，内脏活动全看见。啊，音声也如是，我们这个耳根很有限。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像无线电波。啊，波长的我们听不到。波短的我们也听不到。我们也只能听到其中的一部分，很小很小一部分。啊，可是佛给我们说，我们的本能，我们的眼，能够见到变法界虚空界，啊，阿罗汉还不行，差远了，比我们强一点，比佛菩萨就差太远了。啊，耳听也如是。啊，所以八地菩萨那么深的定功，他对这个事情全了解了。为什么？他没障碍了。啊，语言教，其实语言教初住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神通，他已经具足了。啊，当然他不究竟。啊，初住到妙觉位还有41个位次。啊，这41个位次当中，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转八识成四知，心意识是八识啊。啊，为什么要说八地呢？到八地，这最高层呐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妙觉，这最高的5个位次，他真得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能力、智慧、能力完全恢复了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所以，对于宇宙、万物、生命，跟我从哪里来的缘起，那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知道无念，知道无生。啊，那么这叫无生法忍。啊，无生是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但他看到了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凡夫，不但我们凡夫，欲界28层天，再加上4圣法界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都是有生有灭。只有到化身菩萨才真的是无念无生，原教初住以上。但是虽然是无念无生，可是他有念有生的那个习气很浓厚啊。啊，对他自己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，随心应量，这个没障碍。但是对于回归自性啊，有障碍。
回归自性，一丝毫的习气都不能有。啊，等觉菩萨还剩一分习气，那一分习气断尽了，才能回归到妙觉位。啊，妙觉位就不在十宝图了。啊，他就入了常寂光了。入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了。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循环，他又归到零点了。一念不觉是从零点出发，啊，最后还归到原点。原点就是佛，就叫成佛。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行，圆满的才艺，圆满的相好。自信本来具足啊，不向外求啊，外面一无所有啊，啊，全都是在自信里头啊。所以佛法无论是哪个法门，叫八万四千法门啊，他最后的目标都是回归自性。这叫佛法。如果不是回归自性，那就不叫佛法了。啊，可见此乃圣者之所难，安能弃之于居夫凡夫。这一桩事情就了解事实真相。圣者是什么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，对他们来讲都是难事啊！啊，听佛讲经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，自己不能证得了，不能证得，你受用不到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我们很难为他了，他的成就也不简单的，是这300多年科学技术的累积。啊，科学家是一个柴一个肩膀往上提升的，啊，提升到今天这个境界，把阿赖耶的三细相发现了，这真不得了。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在佛大乘经里面有，释迦牟尼佛早就预言到了。啊，凡夫用意识心，就是用思维、用想象、用观察、用这种方法，这个方法它有极限。啊，在宏观宇宙，它能看到宇宙的边缘，能够圆得到。对外，对内呢，能够圆到阿赖耶，啊，就是圆不到自性。为什么？八识能圆的，一定得有现象。啊，现象有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。前五识能圆得到，啊，眼识能圆色法，耳识能圆音声，啊，所以前五识能圆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圆不到。可是第六识呢，能圆精神现象，能圆自然现象，他的能力太大了。啊，51个心所通通相应。
那为什么圆不到自信呢？因为自信没有现象，自信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圆不到。啊，八地以上菩萨他们为什么能圆到呢？他们放下了。所以佛说，你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圆到了。放下是放下，是真心现前啊，真能够圆到真，妄圆不到真啊。我们的思考，我们五根眼耳鼻舌身这种感触啊，这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所以他能圆到妄境，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的妄境，圆不到自性。道理在此地啊，所以放下便是啊。啊，这些科学家到最后要是明白了，一下放下，那恭喜他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今天量子学家跟成佛就差一点点了。他非要放下就成就了啊！这些人在佛法里面讲，真的是立根呐！啊，上上根人呐！所以居夫就是具足烦恼缠缚的众生，这个没有能力啊！我们对阿赖耶的三细相不知道啊。是以善道大师四体素月，善道唐朝人啊，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。净宗很特别，在佛法里头，任何一个宗派，这个祖师都是祖祖相传的，一代传一代的，净土宗没有。净土宗的祖师是民选的，是选举制度的。啊，怎么选呢？就在这个时代，这个人对净宗的修学，对净宗的弘护有特别贡献的人啊，后人他往生之后，后人呢推选他为这一代的祖师。如果这一代没有这个人呢，没有这个人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你看，每一个宗派祖师都传了几十代，也100多代了，都传这么多了，净土宗才有13个祖师啊！你就晓得啊，那个时代没有这种特殊贡献的人呢，就没有了。什么时候有，再续上去啊？不是一代一个传一个，不是的。真有德行，大家公认的啊，所以他是民选制度啊，什么第二代唐朝时候才有啊，这个隔的时间很久啊。四帖书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，善导大师做的啊，他在这个注解里说，净此关门等，这个关门呢，观想的法门啊，观想念佛的法门一共有16门，所以说等啊，我们称为它16观啊。念佛法门呢也在其中啊，念佛法门是16观里头最后的一门，第16门。
啊，这时阿弥陀佛慈悲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，前面十五种观想，你粗心大意。我们今天讲心浮气躁啊，你都观不成，也就是说你的功夫用不上力。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就是用持名念佛啊，就是念这一句佛号也行啊。所以持名念佛是在第十六观，观无量寿经讲净宗的理论与修学的方法啊，专讲这两个问题啊。无量寿经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面面都讲到啊，观经只讲两桩事情。啊，小本弥陀经的性质跟无量寿经相似，说的简单。啊，无量寿经说的详细，是同一部经，一个细说，一个是略说。这十六种观门呢，都是直方立相啊。不落空啊。不跟你讲无念无生，不讲这啊，那个太深了啊。直方指定方向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指定些方向，立相你才能观呢，没相你观什么？有阿弥陀佛名号你才能写能念呢，没有阿弥陀佛名号你怎么念法啊？叫直方立相，住心取静，这个方法实在太方便了。所以你把心安住在啊，十六观安住在境界上，那我们现在是采取第十六观，十六观是名号啊，我们把心安住在名号上啊，我们执着取经，竟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念念不忘。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个样子，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听了之后记住，常作如是观呐。啊，这个方法的道理也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这是近代科学发现，是念力的秘密。啊，念力的能量非常之大，不可思议，能改变物质现象啊，有这么大的力量啊。这个科学是新型科学，现在才开始，我们相信十年二十年会有很辉煌的成就啊，这个成就啊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啊。这才发现呢，如果这个学说在这个地球上很普遍了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呢可以完全化解啊。现在
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疾病很多啊，奇奇怪怪的疾病啊。念力的科学可以把所有这些疾病全部消除，让我们每个人恢复身心健康。啊，居住的大地，山河大地美好，能做得到啊。念头正了就行了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身体为什么不健康？是因为我们念头不善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自私自利。啊，里面是贪嗔痴慢疑，表现在外面造作的是杀盗淫妄，干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不健康，身心不健康。啊，杀盗淫妄带给我们的身体不健康，贪嗔痴慢带给我们心理不健康，于是乎外面山河大地全出了毛病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，居住的环境随着我们念头在转。我们念头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，念头不善就没有一样是善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讲了几千年，从前人相信，现在人不相信，现在人相信科学。啊，这300年来的科学完全研究物质，没有研究心理。心理跟物质有什么关系不知道。啊，因为他把它分开了。啊，物理学心理学把它分成两个了。啊，实际上呢是它不能分的。心理跟物理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把它分开了，物理不能解决我们今天物质产生的灾难，它不能解决。什么方法能解决？心理能解决。所以心性科学提出了一句话，以心控物，啊，用我们的心来控制物质环境，这个正确啊。啊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做证明，例子很多，非常有效，让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啊，所以净宗用的方法，使我们这个世间的人都能接受。啊，他不谈玄，不说妙。啊，完全脚踏实地，有方有相。啊，住心取境是总不明无相理念也。啊，总的来说呢，他不说，不说无相，不说理念，真能接受啊。但是净宗有没有立相？有没有理念？有。到你功夫念而无念的时候，你就入这个无相理念的境界了。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八土，不是方便土，不是同居土。如来宣之末代罪作凡夫，立相住性尚不能得，何况立相而求死者。啊，如来是梵称诸佛。啊，此地特别指的是阿弥陀佛。
诸佛如来知道啊，末代就是末法。释迦牟尼佛灭度2000年之后，这叫末法时期。啊，末法时代的众生造业深重，啊，叫罪浊，这是染污。啊，以前我们对染污很难理解。啊，现在说染污啊，我们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啊，因为它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。啊，我们今天的农作物。食用化肥，食用农药，啊，正面的好像农作物长得很好看啊，又大又好看，但是副作用，它给我们带来对于身心非常不利的影响。不但染污了我们的身心，同时也染污了大自然，染污了地球。啊，所谓是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了，啊，于是引发地球的灾难，啊，地震、海啸。气候的变化，啊，水灾、旱灾、风灾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。啊，这不是自然灾害，这是人为的，我们不善心行所感得的。啊，这是最近，啊，研究念力科学的这一些学者们，他们提出来的，啊，特别是明年有个大灾难，啊，这许多人都知道啊，古老的玛雅灾难的预言。明年201212月21，连日期都说清楚了，咱们就看吧。明年，12月21会不会发生灾难？啊，科学家给我们的报告是一半一半，一半科学家认为有可能，另外一半科学家认为未必可能。啊，时间越来越近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冷静、细心去观察，好像有一点征兆。啊，这个征兆啊，就是现在的地球上这个灾难，一个月比一个月频率上升，一次比一次严重一点。这个不是好现象啊！今年3、4月，每个月的灾难大概50起左右。啊，到8、9月呢，超过200起，这就不是好现象。啊，从3、4月的50起，到8、9月的200多起，频率上升了4倍。
啊，所以这不是好现象。如果这种现象还继续在增长，那我们就得要小心了。啊，今年后面还有11月、12月。啊，如果继续上升，11月、12月要有300起、400起，啊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，应对的方法，美国布莱登博士告诉我们，这也是个研究量子力学家的，也是个对念力很有心得的一位专家学者。啊，他告诉我们应对的方法，劝导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人要觉悟，要回头。啊，教我们弃恶向善。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啊，这样不但能够把灾难化解，而且能够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这美国科学家说的，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。他说弃恶扬善，就是佛家讲的断恶修善，啊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我们起心动念要正，不能邪。啊，不能偏。在佛法里头，偏见是邪正，邪见是歪道。啊，不偏不邪，这是大乘。啊，那个邪正的标准呢？我们中国老祖宗给我们讲了五个字标准：仁义礼智信。我们起心动念跟这五个字相不相应？啊，五个字，第一个字。仁，仁者爱人呐。古老的夏威夷治疗的方法，他们治病，这世界上最奇怪的，不必跟病人接触。啊，不需要见面，不需要接触。啊，只要知道他的名字，他在什么地方，他可以用意念治他的病。啊，而且很简单，就四句话了。头一个就是我爱你呀，就是仁呐，仁义礼智信仁呐。头一个就是行这个。啊，真诚的心，仁爱的心，啊，所以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仁爱呀、啊。啊，头一个叫爱你，跟我爱你。啊，然后跟你讲对不起，请你原谅，谢谢你，就这么四句话。专注。啊，心里头专注观想，啊，不必见面，观想，啊，自己是什么心态呢？自己在零点，这是个重要的标准。零点就是内心里头除这个意念之外，干干净净的，没有杂念，就是我们净宗讲的一心不乱，就能产生治疗的效果。啊，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杂念在里头就不行了，这个效果就达不到。
啊，一定用佛法讲，就是一心不乱。啊，一心不乱的时候，你这样子是专注，一心专注啊，那个人不管什么样严重病都能够治好。啊，夏威夷这个医生的时候，治好了很多人，啊，像得了严重的癌症，啊，他能把它治好，啊，病人不要见面。啊，这个方法现在震动了美国，震动了日本，啊，都在研究。这方法好，不要吃，不要吃药，也不要打针了。啊，那个医生坐在几千里外就能给你治病了。啊，真的，他的原理就是念力。啊，现在讲那个念力的秘密呀。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念力它能达到的地方是变法界虚空界，用现在的话说整个宇宙，念头要好，念头要善啊，把一切不善的念头统统放下。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用意念呢取极乐世界，那我们这一念决定能够生极乐世界，决定能够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太高明了，比这个夏威夷古老的这些人智慧还高啊。啊，因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在那里一生成佛，永远不再有生死了。啊，这个末代末法时期，造作罪业多，染污多，这些凡夫，说烈相助心尚不能得。啊，净土法门实在说，一般人不相信。相信的人就能去成就，不相信就没法子了。所以这是贪嗔痴慢疑怀疑，一怀疑你就得不到利益了。啊，完全肯定的相信他。啊，我们从怀疑，从不信。要能做到完全肯定相信，这不是个容易事情。一定要锲而不舍，在经教上下功夫。啊，我自己对这桩事情有很深刻的体会。啊，我学佛是学哲学。不是学佛法的，啊，老师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，我这才开始看佛经，以前不接触，啊，认为他这个东西是迷信。啊，不浪费我时间。啊，老师介绍之后我再看，越看越欢喜，这里都有真东西。啊，我在经教里面学了20多年才相信净土。佛说这个法叫难信之法了。我同意这个说法，真难信。啊，我搞20多年才相信他，真不容易啊！啊，这个法门太简单了，太殊胜了，人人都能学。
个个都能成就，啊，就是难行。啊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所以念老在此地说，立相助心尚不能得，何况立相而求是者，更不可能。立相而求是，这是一般大乘。啊，般若、信宗、禅宗都是讲立相求是，太难太难了。底下有个比喻，是无数通人，具空立舍。无数是没有法术啊，没有神通啊，没有法术、没有神通的人，想在空中建个房子，有可能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盖以众生妄心，念念相续，如急流水，从未暂息。这时我们六道众生的真相啊，我们的妄心，妄心就是起心动念，真的是念念相续啊，速度多快呢？这如急流水，速度多快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，是一秒钟1600兆次啊，就是念头起灭。科学家今天讲的这个意识，意识与念头，它的形容是突然从空中蹦出来的，但是立刻呢就消失掉了啊，第二个又蹦出来啊，它又立刻 消失掉，这个速度弥勒菩萨讲的1秒钟1600兆。科学家没把数字说的如急流水啊，这速度太快了，没办法掌握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妄念。这个妄念只要一断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设法界也没有了，行，就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，梦中境界不见了啊。六道轮回跟设法界是一场梦啊，不是真的啊！啊，你什么时候醒来，你就明白了。醒来就是，这个念念不相续了，断了。啊，从没暂息，就是我们无法脱离六道轮回，我们这个念头没办法把它断掉。这种念头在大乘教里面叫它做妄想啊，妄想从来没有断呢。妄想一定知道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的，真实的不生不灭，就是无念无生，那是真的，那是什么？那自信啊，从自信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叫自信的啊。从念念相续呢，这是六道众生啊。实在讲是包括十法界，说今若勉强按捺。初念的虽得稍息，细念从未暂止啊！这是比喻修行。我们勉强把自己念头控制住，你只能控制初念，
这微细的念头你控制不住，你不知道。微细的念头，八地以上才见到。啊，见到才有办法对付它。我们见都见不到，你怎么能对着它？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最高的一个警觉性就是生死轮回呀。这个事情我们很冤枉啊，我们不想搞生死轮回了，这才叫大事啊。法华经上讲的，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就为这个事情啊，如何能叫这个念不相续啊？只要一念断了，一切都断掉了啊。佛教给我们的是放下早年我跟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言简意深，他的言语很少，很简单，但是意思非常之深广。啊，我向他请教修学的方法，其如佛境界的方法，这是问得很深。啊，我跟方东梅先生学这个佛经哲学，这最后一个单元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门里有没有一个方法能让我们很快契入境界？我这个问题提出来，他老人家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我们对看了超过半个小时，一句话不说。啊，半个多小时之后，他说出一个字：有。我们听到有啊，马上就振奋起来，等啊，等了半个钟点了，哎，等到他有。啊，我们精神一振的时候，他又不说了。啊，停了六七分钟，告诉我六个字，说话很慢，看得破放得下，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。啊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，问人家一个问题，半个多钟点才回答。啊，我常常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一下就答复我，要待这么久？我十几年之后才悟到。我们年轻的，我那一年26岁，还是有心浮气躁的这个习气啊。啊，所以他不跟你讲啊，他怎么讲？他要叫你情绪整个定下来，他再跟你说，不是别的原因呢、啊，他不是在思考啊。你一问他，马上就明了，就可以应答了。心浮气躁啊，要你定下来啊，才定下来。他说个有字，我们又去浮躁起来了。啊，这精神一振作，那是浮躁啊，你沉不住气啊！啊，我跟他老人家3年，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他给我的时间是1个小时到2个小时。啊，他有事情就1个小时，
他没有事情的时候两个小时。啊，我很喜欢到他那去，到他那去气氛好，是定中境界。啊，让你身心整个宁静下来。啊，这个时候字字句句听进去之后，它真有受用啊！啊，我学佛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。啊，没有他老人家那个三年的基础，我不会有今天成就。为什么？心浮气躁，学不到东西。啊，印光大师讲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真诚恭敬从哪里看出？就是定下来。啊，浮躁没有沉静啊！啊，真正整个情绪定下来，那就是至诚恭敬。它才起作用。啊，所以圣教的沉船今天难就难在到哪里去找一个沉静。定静的学生找不到了，现在学生全是心浮气躁啊，全都是古人形容的心猿意马啊，他停不住的啊，这个心态学科学可以，学哲学、学圣贤学术不行。你决定不能切入啊！我们在一起分享大乘经，你不是老老实实做两个钟点不行啊！你得不到东西啊！啊，这两个钟点也是修定啊，啊，也是沉静的表现呢、啊。啊，所以现在。啊，大概最近二三十年呢，我很少接触学生。啊，学校我不愿意去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学生全是心浮气躁，浪费时间。那都不好好的学吗？啊，我在学校里面，我都很乐意给教授们举行座谈会。啊，他们还能定得下来。啊，学生不行，学生定不下来。啊，如何能够像中国古时候从小就修定，啊，就学规矩，学稳重，啊，这是中国古老教育里面对小孩的要求啊。小孩出生下来就要他稳重啊，就要他不会心浮气躁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没有烦恼。啊，定生慧嘛，动是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所以这个情形我们要很清楚、很明了。说行人倘若错认，便运相运，是为
谬误啊。我们有一点点感应，有一点点的发喜，就错认了，以为自己跟经教相应了，这是大错特错。一切错误的根源就是我。这要学大乘的话，要从这个点来讲起。大乘法，你看看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部经开悟的，所以这部经的名气就大了，跟着人起来了。啊，佛教经典几千部，没人知道，《金刚经》人都知道。啊，《金刚经》的确是好。啊，这部经在佛教，无论哪一宗哪一派，没有不学的，那必修课。为什么？便于观想。啊，重要的原理原则都在这里头。啊，学大乘首先要放下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啊，我没有放下，自私自利没有放下，名闻利养没有放下，贪嗔痴慢没有放下，这个障碍就大了。障碍不在外面，在你自己本身。啊，你听讲有这四种障碍，你听不懂，你去研究有这四种障碍，你也研究不出个道理出来。啊，那这四样谁能放下？放下就真果了，小乘出果，大乘出心菩萨。不能放下，也应当把它淡化。你淡化一分，你就能得一分利益；淡化十分，你就能得十分利益。啊，张家大师知道啊，看破放下说的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啊，他老人家没有要求我一次一下放下，他叫我每一天放下一点，每一天放下一点，天天放下，他教我这个方法。那这个我能接受啊。他叫我通通放下，我做不到啊。我那时候刚刚初学，学佛大概是三个月，认识他。啊，而且说实在的话，那个时候学佛全是站在哲学的观点上，对佛法一无所知啊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原理原则。啊，我们对佛法有了个概念。啊，以后他老人家圆寂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的十年得受用。啊，这个三年的根呢，起了作用。所以于是大悲慈父心无缘至此，垂之奇妙方便法门，直方立相摄心专注。啊，这个大悲大慈悲慈父是阿弥陀佛了。
啊，阿弥陀佛兴起，我们今天讲发起，兴就是发起的意思。啊，发起无缘至此，这种慈悲没有条件的，无缘就是无条件的，啊，无条件的爱心，无条件的慈悲心。啊，垂资啊，垂教教我们这一个奇妙方便的法门，就是持名念佛。啊，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这不得了啊。这是奇特，这是奥妙。啊，方便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。用我们一般讲，就是最巧妙的方法，最适合的方法。啊，也是最容易学习的方法，叫方便法门。啊，知方理想。啊，这是个着相的，不是理想的。啊，确实专注在西方。啊，你的心不散乱。立相呢，你有目标。啊，极乐世界是相，阿弥陀佛是相。啊，有方向，有目标，摄心专注。摄心就是收心，啊，摄是收摄，我们心向外跑，把它收回来，专注。啊，摄心专注，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，智心一处。啊，也有地方讲止心一处，把心止在一处，摄心者一个意思。啊，今天科学发现念力不可思议，那就是念力要专注，要特别专注，它才产生很大的能量。啊，这个能量能改变地球，这么大的能量。啊，我们今天心是散乱的，是不产生能量。啊，譬如我们的灯光，啊，灯光是散乱的，所以一张纸它都透不过。啊，各一张纸它都透不过。如果把这个光集中在一点，啊，变成极光、镭射，连钢板都能穿过。同样一个道理嘛，我们的念头太散了，这散心啊，杂化了，这不集中啊。这个念头一集中的时候不得了啊，念头集中对自己来讲可以治病啊，最严重的癌症都能够治好啊，你身上那些癌细胞心念一集中就把它们全部都调整了啊，这些病毒全部扫光了，这就恢复正常，就这么个道理，不需要用医药啊！啊，我们地球上这些灾难，如果我们能够把意念集中在一处，就能把许多灾难恢复正常，这灾难就没有了。
啊，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啊，道理懂得了，啊，所以为什么佛家重视修定？啊，定就是什么？一心。念佛有没有修定？有啊，只是你不肯修啊。我们能把心收回来，一心专注阿弥陀佛，那就是定。那你们有杂念了，定在这一句佛号上，那个作用就非常非常大。啊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跟阿弥陀佛沟通了。啊，就像我们电话接通了。啊，阿弥陀佛那边信息我们就可以收到。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想到极乐世界？随自己的心愿。我想去，佛就来接引。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！啊，连到极乐世界去做佛都没有障碍了，其他事情都是小事。哪有不灵的道理啊？啊，就摄心专注这一句话重要啊！即此妄心，持佛名号，念业佛名，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。这就是佛号不可思议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用的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就用这个妄心行啊，这持名号，一心专注在阿弥陀佛名号上，啊，念这一佛名，念这一佛名，说把自己心里头百千万亿的妄想杂念打掉，用这一句佛号取而代之。啊，这就是李老师早年教给我们换心的方法。我们的心不是无量无边杂念吗？放下，阿弥陀佛放进去，那些东西排除，叫换心。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果然能换下来。我就可以透个消息给你，你的身心永远健康。啊，你什么毛病都没有，我敢这样告诉你的时候，用我自己做到了。啊，什么道理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妄想杂念最伤身体啊。这个东西带给你烦恼啊，带给你疾病啊，你正常的细胞啊，它会生病毒啊。啊，你心理健康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阿弥陀佛是至善，善中至善啊，念这句佛号，我身上所有病毒的细胞全部恢复正常了，一个病毒细胞都没有。啊，不要看病啊，不要医疗保险呐、啊！啊，医疗保险不好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念头上一个我要生病，他有这个念头，你肯定生病。那、啊、只要你有个念头，他就会兑现。啊，你那一笔钱就用在这上面，你何苦来呢？这钱拿去做好事多好啊！啊，这个都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所以我一生不搞这些保险医药，我不食医药。啊，我在医院里面捐钱，啊，没中断的。啊，我在澳洲一个公立医院，我一年捐给他12万澳币医药费，指定些穷苦的人看病没有医药。
用这个钱就给这医药费。另外还有一个安宁中心，基督教办的，临终关怀，他经费不够，我帮助他大概有七八年了，啊，每年也是12万，一个月1万块钱，澳币。啊，这叫无微不至啊！这老师告诉我，无微不至啊，你就得长寿，健康长寿，不生病啊！啊，他教我三种：财布施、得财富，你一生财富不会缺乏。啊，法布施、得聪明智慧，无微不至得健康长寿。他教我这三样东西。啊，我听话，我真干。果然有效啊！马来西亚现在要办汉学院，我上次去了3天，啊，3天是4天，我就回来了，回来讲经。啊，接受的供养不少啊！啊，那就有2天的讲演，好像住了4天。啊，他们办了这次活动，好多年没有办了。啊，听众有大概15000人。啊，这2天收的供养，我全部都给。我都没有看，红包没打开，没看，全部给汉学院做经费。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汉学院负责财务的人，啊，来告诉我，把钱统计拿个单子给我看，500多万马币呀！我都吓一跳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啊，全部给他们。越施越多，啊，就怕你不布施，要钱了布施，拼命布施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可别留，啊，留了就麻烦，我留什么灾难？留了就有灾难了，啊，出去了就什么灾难都没有了，啊，真的是心想事成，你说你多快乐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想要什么他通通都有。啊，这才叫大自在呀、啊！这就是方东梅先生教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们这一次讲这部经要重新印。把科判汇进去，净土大经，科注，啊，科判是我做的，注解是黄念祖的，这部经典是3个人合作的，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经，啊，黄念祖老居士汇集注解，啊，那么这个书印出来的时候。精装2册，我想印1万套。这个话还没说完，有个居士来看我，啊，说带一笔供养来给我，说好吧，印经吧。打开一看，人民币140多万。啊，这1万套够了，现在陆陆续续超过2万套了，啊，一点心都不少啊！啊，2万套已经有5000套印出来了，大概过几天就会运到了。啊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个经本。啊，这个经本跟我现在念的页数完全一样。
查起来很方便。啊，佛决定不骗人呐！啊，身材有大道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夺取财富，得到财富，还是你命里所有的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啊，命里所有的还打折扣。啊，你命里有10亿，你用的手段不正当，啊，所得来的，你只能得到一半5亿，你就不得了了。哎呀，我有本事赚5亿，其实命里都10亿，打对折了。这样的人很多啊！命里从哪里来的？是你过去生中修的布施，这么来的啊！过去生中修财布施，你命里就有财库，有财啊！过去生中修法布施，你就有这聪明智慧；过去生中修无为布施，你这一生健康长寿。如果这一生懂得佛教这些道理，我们真干啊，那你福寿绵长啊，你享不尽啊，啊，这一生享不完，下生还有啊。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它不是假话，它是真话。真有道理。所以念得纯熟，乃忘能所，心无所住，佛号分明啊，暗合道妙，便其金刚般若经无住身心之妙地啊。啊，这教我的方法，念到纯熟之后，你得定。你开智慧了啊，那跟华严法华楞严上所说的境界你全部通达了，你就起入了啊。这个是佛经上所说的，华严经上说了很多，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部经通了，通什么？见性了。只要见性，样样就通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，你见到性，哪有不懂的道理啊？不懂是没见性啊，见性没有不懂的。啊，慧能大师见了性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什么都懂。啊，《法华经》一乘圆教，在佛法里头那是无上法门，那很难懂啊。坛经上有记载，有一个例子，法达禅师读《法华经》3000遍，《法华经》很长，一天顶多只能念一遍，至少要10个小时。啊，这10个小时以上，你一天念一遍呢，3000遍，10年呢。啊，我们相信他心清净，他得法华三昧，没开悟。啊，到曹溪去见六祖，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。啊，六祖看得很清楚，起来的时候问他：“刚才礼拜头没着地，你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。”啊，他马上就承认了：“我读《法华经》3000遍。”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
啊，六祖就问他，《法华经》讲的些什么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啊，六祖当然不认识字，他没念过，他没有听过。我能讲些什么？发达说不出来。六祖说，你念得很熟啊，你背一段我听听。啊，从头念起。法华经28品，他只念到第二品。六祖说，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全知道了。啊，把法华经的大意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开悟，这再拜下去，头着地了。啊，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事实真相：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；一法通，一切法通。六祖能通一切佛法，世间法通不通？通，没有一样他不通。那么其他不同宗教经典通不通？告诉诸位，通，样样都通。啊，现在人修学是用错了心啊！啊，为什么想广学多闻？哎呀，我学的越多越好。其实，越多就越少。这不通吗？这学了才通，不学才不通吗？其实他学的也没特别通啊，所以把光阴大好光阴啊浪费掉了，走错了路啊。就中国古人的智慧是不得了啊，啊，现在人瞧不起古人啊，认为古人没有科学，其实古人的科学比我们现在高得太多。啊，你无法跟他相比。啊，你说今天有电，啊，比这个油灯方便。古人不要用电，自己身上放光，比这个电光厉害多了。你能跟他相比吗？那他本能放光吗？啊，你说我们今天耳机很方便，还得拿个耳机？他不需要，他有天耳通，他有天眼通，他需要这个干什么？啊，所以科学这些玩意的时候，在他用不着啊，这么笨的东西啊！啊，你交通，你们现在有汽车，有飞机，他有神足通。啊，一起心动念到哪里，人就已经到那个地方了，绝对没有交通事故。啊，他已经到了。啊，六种神通现前，他还要什么科学技术？不需要了。啊，全是自己的本能的。啊，这种能力并不是说他独有，不是的。佛说了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只是你先前迷失自信，啊，有了障碍，你只要障碍放下，去除了，你的能力就恢复了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摄心专注，一念，一念要念得纯熟。啊，纯熟到什么程度呢？能所忘掉了，能念的我，所念的阿弥陀佛忘掉了。嗯，念头不断，相续不断。啊，能所没有了。有一些同学
得到这个境界。要是以为相应，那是错了。那是什么呢？很短几秒钟的相应，证明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地清净，你的妄念确实不起作用了，这个境界现前。但是几秒钟之后又不行了啊！一说，哎，这境界好啊，我不错了，哎，很难的，马上就完了。为什么又起心动念，又分别执着了？这就是沉不住气呀，没有定功啊！啊，真正有定功者，能所不见，心无所住，佛号分明。啊，不是佛号没有了，佛号清清楚楚。啊，心无所住，心没有了，是吧？妄心，妄心没有了，妄心没有的时候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妄心一起来的时候，真心就不见了。啊，这个心无所住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生心的。你看，心无所住，佛号分明，就是二生七心。啊，这个境界现前了，是暗合道明。你没有修这个法门，但是这个境界你出现了。啊，就用念佛这个方法。成就了金刚般若的境界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生心，那个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下开悟的，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你能说念佛不是禅吗？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告诉我们，持名念佛即是无上深妙禅。我们看到这就明白了，真正契入无住身心，就超越十法界了，不止六道轮回啊，他到十八土了。用华严境界来说，他最低的位置是圆教初住，啊，发生大事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小节，夫众生之生灭心，处处能缘，独不能缘于般若。啊，般若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，他缘不到。啊，这个生灭心是指的八识。特别是指的第六意识，啊，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，所以它能源的功能最强。啊，对内能源到阿赖耶，源不到自信。般若是自信的，啊，自信本有的智慧叫般若。须未登别教，地上
智菩萨，啊，别教登地初地菩萨，就是圆教初住菩萨，啊，华严是圆教，方能契入啊，啊，所以慧能大师开悟是什么境界？圆教初住以上，真佛不是假佛。啊，天台大师讲六种佛，啊，第一个讲离即佛，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从理上讲的。啊，第二个是名字即佛，那有名无实，名字为重。啊，我们现在学佛的人。绝大多数都是名字为主，没真干呢。认真去学习，那叫观行即佛啊，这真干了啊！他不是名字，他不是有名无实，他真干观行啊！观行上功夫得力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这八万四千法门功夫都得力了，这观行啊，观行大概包括六道众生，在六道里头最高的地位都是观行，如果再提升一等叫相似即佛，那不在六道了，在十法界啊，设法界的四圣法界啊，四圣法界里面的佛，佛法界是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还是用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。真佛呢，不用阿赖耶了，用真心那是真的，用妄心就是假的。就相似啊，很像佛，但是他还是用的妄心啊。再向上提升呢，就是分证即佛，就是此地所讲的别教初地以上，圆教初住以上啊，用圆教的讲初住以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是分证即佛，最后一个位置叫究竟佛啊，究竟佛那些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啊，妙觉如来是究竟佛，完全回归自性了，回归到零点了啊，也可我们也只说回归到原点。这才能契入啊！于无住时即生心，于生心时即无住。生心跟无住是同时。啊，这怎么说法呢？我们说的更简单，大家容易懂。啊，他生心。啊，生什么心？完全是利益众生的心啊，决定没有自利的心啊。为什么？他自己我相破了啊，我人众生受者全破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根本就不会生心。他生心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众生有感，它有因，因是自然的，叫无住生心。无住心，它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怎么生心？感应啊，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，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些。
啊，我们有个意念，对一杯水，啊，我爱你，啊，我喜欢你，啊，我们把这个意念观想这个水，对这个水，一个小时之后，你把这个水放在冰冻冰箱里面去，摄氏-5度，它就结冰，结成了这个雪花。在显微镜下的时候，就看到它的现的像。啊，这个好的意念呢，现的像非常之美。要恶念对它呢，我讨厌你，我不喜欢你，现的像就很丑陋。啊，做了几十万次的这个实验，丝毫不差。啊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谁会看，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。啊，那么他有没有起心动念呢？不可能的，他是矿物啊，他是无生物啊，他怎么会起心动念？这就说明感应。啊，我们有感，他就有回应。啊，诸佛菩萨在十法界，与有缘的众生就起这个作用，没有缘的不起这个作用。只要跟他有缘的，有缘的人起心动念，无论他在哪一道，啊，因为在无住身心的时候，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，啊，众生有时空，他们没有时空观念，啊，所以只要他有起心动念呢，这个信息他收得到，收到的时候马上就反应，啊，这个反应是现身说法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他的意思，他想要佛来度他，哎，就现佛身。他想要菩萨，他就现菩萨。所以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自己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说什么法呢？他喜欢听的。他想什么，想听什么，他自然就流露出来。所以佛菩萨现身说法，从来不起心不动念，叫无住。哎，他又现身跟人说法，那叫身心。身心跟无住是同时的，啊，这我们凡夫做不到的，啊，他能做到，啊，这个意思很深。诸佛菩萨，包括阿罗汉以上，示现在世间几乎都是这个境界，只是功夫浅深不同。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功夫浅。啊，他还没有完全到无住。啊，烦恼断了一些，没断干净。啊，化身菩萨断干净了。啊，像慧能法师这样的，啊，符合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他的住在这个世界，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这就是从有念入无念了，从有生入无生了。啊，这是讲修行正果的人在一生当中两个阶段。慧能大师没有开悟之前是有念有生，开悟之后他就入无念无生，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没两样。啊，说明凡夫成佛不难呐，就在一念之间呢。啊，这一念你能转得过来，这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转不过来也要转，比不转好太多了。
啊，关键就在放下。啊，所以一般人他就放不下，放不下对自己造成严重障碍。啊，一般人为什么放不下呢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。啊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不必劝，他自然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对他有大利益了。啊，这不放下对他有大害处啊，放下对自己有大好处啊，放下什么都有了。放不下的你就有那么多。啊，你先继续画个圈子嘛，就那么那是你的。圈子脱掉了，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。这真的一点不假了，因为变法界虚空界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。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话说得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，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是自信变现的，所以你一放开的时候，整个宇宙是你自己的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呢。啊，我是要这一点点呢，是佛法用大海做比喻，我们迷了是大海里的七个水泡，你是守住水泡，你还是要整个大海。啊，你把水泡裂破了，放弃掉的时候，整个大海是自己。啊，你不肯把这个界限打破的话，那水泡是你自己。这个比喻的好啊。啊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破了，水泡裂开了。啊，他是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。我们今天有个我执，我这个圈没有打破。啊，那这个圈就很小。这个圈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自己，但是自己还不晓得，在六道轮回里又画小圈圈，圈子越画越小。佛经上有个名词叫缠缚啊，越缠越小啊，越小越可怜啊，越小越苦啊。应该要舍弃。所以无助身心，身心无助，同时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概念，舍其余地前住现，认识大乘两界，一时身心，另一时无助，可见凡夫绝分。凡夫没办法做不到。别叫地前的菩萨，三贤实现。原教呢，初住以前就是实性位的菩萨。实性位的菩萨，身心的时候不能无助，无助的时候不能身心。它是两端的，不是同时的。原初住以上同时，别教初地以上同时了，同时得自在。不同时的时候，他得不到自在。所以说，凡夫绝分呐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